扮民主派，唔扮面就已經可以過到骨骨，唔該你全部翻屋企瞓覺，休息一陣。Thank you.
羅價值，全民政治。My Radio 2012。做时势，风雨生信心。我哋而家系好艰难，但系呢个艰难系俾我哋重新出发一个最好嘅契机，系嘛？以慈理念，在艰离厉，即系话喺艰难嘅时候，我哋嘅斗志仲系更加强嘅。我哋系坚决反对释法，仗义公义，尤其是未到终审法院，未到最终裁决之前。158条讲清楚的是那个案件到了终审法院要做终审裁决之前，如果这个案件是跟中央那个权力有关的，是吧，就要由终审法院提请人大释法，麻烦看看158条，不要在乱噏啦，大佬。洗啲人万台头，逢星期一四晚10点至11点半，毓民踩场，主持黄毓民、陈伟业、梁锦祥，准时同大家见面。普罗政治学院全力支持。好，翻嚟第三節嘅城市再論。少咗一個人，唔知咪去爆石。因為有啲唔知啊，都去咗爆石。有啲急事啦，趁佢唔喺度啊，屈佢爆石。嗱，咁啊，頭先講到即係泛民嗰班友啦，咁但係即係喺呢個講之前咧，就都係講音樂嘅。今日我呢個係我播過嘅東西嚟㗎啦。呢今日唔係老人痴呆啊，再重申一次，今日係播貝多芬第三 E flat major 嘅交響曲。是當我呢即係通常就係有啲唔開心嗰陣時候呢就聽，個原因呢就係呢會覺得呢，當你即係聽咗咁偉大嘅作品，即係一首呢能夠開天辟地，將呢個古典音樂界變做呢、這個浪漫音樂界嘅，即係古典樂派轉為浪漫樂派嘅一首最重要嘅作品呢，咁你就會覺得呢，你又見到即係見到偉大嘅東西呢，就會令到自己渺小呢，咁所有唔開心嘅嘢呢都好容易呢係一笑置之。咁呢個就係點解我今日再次播啊！呢、這個貝多芬第三交響曲，咁我咧，如果我繼續有得做節目嘅話咧，繼續有得做人嘅話咧，如果有機會咧，我都會不停會播呢個貝多芬第三交響曲嘅。真係唔係幾好意思，我淨係識得第五交響曲嘅。唔係第五交，第六都應該識下田園咁樣，係嘛？唔係，因為點解第五識啊？因為 Saturday Night Fever。哦 ，OK。嗰個電子版，我係好中意嗰個電子版。明白明白。咁但係再講少少咧，即係大家雖然覺得悶嘅，但係第三交響曲係可以做無限嘅分析嘅，因為佢可以被譽為係音樂史上被分析得最多嘅一首作品啦，因為佢嘅重要性啦。咁頭先第二節播嘅咧，都係第一交響曲咧，係進入咗呢、這個即係發展部咧 development stage， 進入一個最遠，其中一個最遠嘅調子就係 E 小調啦。咁然後咧喺一路咁發展開去咧，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就係當佢翻翻去呢個 recapitulation， 即係再現部翻翻去第一主題嗰陣時候，之前嘅過渡咧，其中嗰個法國號咧係早咗四個小節咧係已經做咗 entry 嘅。咁喺第一次呢一首樂曲，即係200年前嗰陣時候做第一次嘅 rehearsal 嗰陣時候咧，那個指揮吹法國號嗰個人咧。是照返個譜咁樣做嗰四個 bar entry， 反而嗰陣時嗰個指揮呢就話嗰個吹法國號嗰人都錯咗，咁而呢貝多芬喺側邊呢就即刻鬧返個指揮，就話你就先係錯咁樣，咁嘅嘢你都聽唔明咁樣，咁所以證明咗呢首曲呢的而且確呢係有好多個創新嘅點，咁而呢啲創新嘅嘢呢就係令我點解咁鍾意嘅地方，第一，第二就係點解令我會覺得其實呢啲咁偉大嘅作品可以俾大家平時欣賞嘅話呢，一啲即係雖然都唔係可以話太少嘅嘢，譬如包括俾人即時監禁啦，包括會有一個獨裁者上台啦，呢啲雖然都唔可以少嘅事情上高咧，都會容易令自己覺得千祈唔好將所有嘢睇得太大。容易咧就會將個感情咧舒緩翻，亦都反而調翻轉頭咧，就係你見到原來呢個世上有咁多偉大嘅嘢嘅話咧，所有嘅嘢唔需要睇呢件事放大，只要咧係問心無愧咁樣去做嘢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聽頭先風下蕭蕭咧，即係蕭生當然好有感情啦，咁都屬於歷史嘅一刻嘅。咁我可以相信人民力量有好多嘅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內啦，我亦都講過我自己其實即係。
即係如果呢個世界上有一個教咧，咁我係燒教啦，我係燒教徒啦，咁呢個都好明顯嘅，即係我唔講，大家都已經咁判定咗係嘅。咁我的而且確係嘅。咁大部分嘅我都好同意蕭生嘅諗法，而佢對我嘅影響係好大嘅，即係尤其是個思考路向。再講一次啦，除咗佢對電影嘅品味嘅判斷啦之外，我係同佢即係南轅北轍之外咧，其他嘢咧我的而且確好似蕭生。係你一路嘅思路即係建立咧，我可以完全做證。係㗎，即係過去嗰幾年啊，即係醫生可以完全做證，即係我整個人而家整個即係思想體系。个哲学观咁样咧，基本上咧，即系的而且个萧生对我影响系好大嘅，其实咁所以即系即系听到佢即系会即系有咁感触咧，咁我都令我都几感触嘅。但系无论如何咧，即系我好多人问点解我系一个困难咧，而家即系无啦啦要讲自己嘢，但我都想讲咧，其实有好重要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如果我觉得。尤其是即我雖然我以前冇參與呢啲活動，但我覺得總有一個時候咧係會面對一啲咁嘅挑戰嘅。咁我覺得咧可以維持單身去面對呢啲挑戰咧，其實個包袱係少好多嘅。咁、所以咧點解我都會係咁？咁當然其實最主要原因係冇人要啦嚇。所以呢個都屬於一種主動選擇喎、啊。係一種好主動嘅選擇嚟嘅。我覺得如果維持單身嘅咧，可以做任何嘅挑戰，包括即對抗一個極權政府咧，都會係即係輕身好多嘅。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一個點解我係一個咁樣嘅人？不過咧，我又作出一個呼籲啦，即係雖然你一個棍男啦，都希望你都修身成為一支營棍啦。你修身啦，我修緊啦，大佬。喂，你知唔知由我啊？呢個月啊，我減咗。唔係，我都覺得佢靚仔咗，係嘛？即係達明靚仔。係啊。唔係，我今日呢件衫係特登去做新衫嚟㗎，已經。哦，係嘛？唔怪之，我覺得我喺度不停喺度及緊你㗎啦。係啊。唔怪頭先睇你個背脊好似好灰唔咁啊。原來都有影響，係有啲影響嘅，因為即係呢隻 pattern 算而家幾新嘅 ，OK 係啊，特登揀啲靚。今晚都會聽大家電話嘅，咁啊電話就係28927841。係啦，咁如果有想吐下真情嘅都可以打。咁第二樣嘢就係咧，其實都想講埋咧，即係如果啱啱有人話我吐咗真情咧，第二咧就係好多嘢，即係成個點解話我自己思想體係咁。蕭生影響咁大咧，其中一個即係我自己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對於世界觀嗰個根底。如果有睇過一個訪問咧，都知㗎啦。其實我即係自從因為蕭生講嘢嘅影響啦，雖然我之前都自己有睇咧，就係對於即係呢個演化學嘅深入比較深入嘅理解咧，係對我即係成個人。點樣睇呢個世界呢有好大嘅改變。哦，係㗎，係。係啊，有好大嘅改變嘅。即係雖然演化只係一個科學，但係佢整體嚟講，對於即係我點解會係一個無神論者，點解會係相信比較傾向自由經濟，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又會即係對一啲譬如一啲公義嘅嘢，亦都去堅持咧。其實都所有嘅根源咧，都係來自即係呢個生物演化生物學嘅。咁所以而我對演化生物學咁即係有咁多理解，然後從而影響到我整體嘅思考咧，唔多唔少都受到蕭生嘅影响，咁所以即系我系必须承认我系即系佢嘅影响好大，所以即系今日听到佢有咁大嘅激情嘅表现啦吓，即系如果一个人网精啦吓，听咗我由2004年开始听到8年嘅人网精咧，就真系属于一个历史嘅时候。系噶系噶系噶，即系圣经最短嗰句就系耶稣哭了，如果系呢个烧教，圣经最短嗰句就烧生哭了。咁所以就都即系希望今日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啦，咁亦都令到我哋 chat room 多咗好多人。系啊。聽我哋有啲咩咩 c o m m 亦都據聞好多人走入去人網個網頁，應該就係 download 翻蕭生個集噶啦。係啦，咁嗱，無論學咁，如果大家有嘢想講嘅，可以打電話28927841啦咁我哋嚟緊咧就之前咧就幾分鐘啦，就講下一啲地區問題啦。咁今次會講啲南區嘅問題嘅，咁咧就講即係講一講啦。咁就其中一樣嘢就關於呢個瑪麗醫院重建啦。咁瑪麗醫院即係早前大家睇新聞都知道咧，瑪麗醫院就已經係撥咗款重建㗎啦。咁但係咧，佢似乎咧而家仲喺度諮詢階段。咁而家喺呢個即係港島西嘅聯網裏面咧，就仍然都喺度發出呢個諮詢文件，叫大家俾啲意見咁樣啦。咁主要嚟講咧，就瑪麗醫院咧就服務緊呢個港島中西南就55萬嘅居民。咁隨住老化同埋呢個對醫療服務嘅不斷增加咧，其實都不敷應用噶啦，咁甚至乎你形容瑪麗醫院為第三世界國即係國家水平咧，都不足為過。係咩？我又唔係好覺喎。係咩？佢咁講，因為我少 stay 喺嗰邊喎。咁講我咁聽啦。你就即係切身感受啦。咁啊，咁啊，當然希望就係即係呢個邊個講㗎？第三世界
即係嗰個區議會，唔係嗰個新聞報道，新聞報道講嘅咁樣。咁佢估計咧就分區，即係分期嘅呢、這個整體呢、這個重建計劃就要13年先完成嘅。咁啊，所以大家都係慢慢等下啦。唔係，我唔知咯，即係嗱，即係當然佢重建同埋即係改善，咁呢個無可厚非，亦都係應該做嘅啦。咁但係如果你用到第三世界去描述佢，我係覺得我諗佢唔係形容人嘅，我諗形容個 building 嘅。咁都好，咁係啊，係啦，同埋好骨痹咯，其實，即係咁嘅講法好骨痹，為咗吹一樣嘢，所以佢無所不用其極。如果係要咁講，咁大嶼山係一個咩醫療狀況咧？係啦，係咪一個比即係第三世界更差嘅狀況？因為佢連間醫院都冇咯。算啦，而家聽新聞嚟講咧，大家都要識聽啦，要識得過濾啲形容詞咧。因為其實你如果發覺咧，睇文章又好，或者聽新聞報道都好咧，有好多好無謂嘅形容詞啊。嗱，例如我早兩日聽見一個港乒乓波新聞，兩個年青球手咧就即係要爭奪呢個出線權咁樣啊。佢唔知點解咧話兩個球手良性競爭，喂，唔使咁隨富放屁㗎、啊、競爭係良性，唔通兩個又潑屎咩？係啊，其實惡性我都唔介意嘅。係啊，唔係，但我理解唔到咩叫兩個運動員惡性競爭咯。啊，即係其實，但我亦都理解唔到兩個運動員良性競爭。咁爭出線咪爭出線咯。唔係，如果你一個有咁嘅比賽 ，suppose 有體育精神㗎嘛，咁就應該係一個良性競爭嚟。即係所以大家要即係 filter 曬所有啲無謂形容詞啦。咁第二樣嘢講咧，就係南區呢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啦。咁咧就其實原來咧就香港嚟講咧都即係呢個服務咧都應該喺大家都會聽過啦。咁而家咧南區咧就大概有700人係受惠嘅。咁其實如果以即係成個香港人口嚟講，即係成個南區嚟講咧，即係得700个人受惠咧，其實就比較偏少嘅，我只覺得就。咁而家咧就其實主要個問題喺邊咧，就係話求助者咧好多時都得唔到一啲嘅資訊啦。咁喺呢個節目亦都作出呼籲啦，就係、是、如果你有啲朋友啊，即係經常要挨餓啊，成嗰啲嘢咧。即亦都可以，即或者你知道有啲人佢露宿者啊，剩嗰啲嘢咧，係有呢方面需要咧，其實不妨咧就即融入呢個社區，就即有陣時即開口同佢講，你有冇需要呢啲服務？咁你 refer 佢哋去啊，或者你帶佢哋去咧，我覺得即有陣時都會幫到佢哋咯，咁樣咯。咁第三樣嘢講咧，就係咧呢個南港島線啊。即係呢一個，即係會有啲臨時嘅交通管理措施啦。咁差唔多，因為太詳盡就唔講㗎啦。不過我諗，如果你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就會 upload 翻呢個嘅交通文件，等大家知道你哋所住嘅區域嗰個交通嘅變化會係點樣。因為如果改咗路啊，成嗰啲嘢咧，可能你出門口啊，成嗰啲嘢咧都要即係調節下自己出街嘅時間啊，或者啲即係揸車嘅路線啊咁樣啦。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 upload 俾大家自己可以上睇嘅。咁樣。好，咁呢個都係我哋即係對於即係港島區各啲即係地區問題咧，都有啲關注。咁尤其是其實我哋咁講，好似冇分析咁，但都唔係嘅。我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喺我哋嘅討論區，如果有呢啲咁嘅嘢，都可以同我哋交流下。係啊，甚至 PM 我哋，咁佢有啲資料提供啊，或者可以希望發表同我哋唔同嘅意見都好，咁令到我哋咧就更加對於地區咧係有更大嘅熟，即係更多嘅理解咁樣咯。如果想大家想即係聯絡下我，或者想提 up 即係我 sell 下自己啦，咁啊多謝阿飛龍啊幫我起呢個個 page 就火爆叮當。我飛龍整嘅，原來飛龍整嘅。咁大家 at 即係大家 like 咗呢個 page 之後咧，咁我就會將我哋平時做節目嘅音樂啊，或者一啲即係政見啊，或者一啲即係一啲地區議題嘅文件啊，咁都會上載。我將城市再論壇嗰個都俾埋你搞先啦。好啊，都得冇問題嘅。我有陣時即係譬如早嗰幾集嗰啲歌咧，我都會重新 upload 過上去。咁啊，而家接聽電話有阿小龍嘅，係你好，係你好。第三位好，系咁啊！今日我平时都系即系 download 翻阿萧生嘅节目嚟听啦。咁就好即系睇直播嘅时候就因为啱啱食紧饭啊，睇唔到就咁样。咁就今日睇到阿萧生即系留下呢个男儿女咧，我都即系非常之感动啦。咁就作为即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仔啦，我哋叫做自己吓。咁我即系亦都即系睇到。在而家呢個咁關鍵嘅時刻咧，即、就、係、是、我哋香港人咧，就一定要出嚟，係捍衞自己嘅呢個嘅言論自由啊！咁啊，第一、第二就亦都係要反對呢一個小圈子嘅選舉。我亦都即係自己親身力行，就不斷向即係身邊嘅周圍嘅朋友啊，咁啊，即係講翻俾佢哋聽，喂，我哋而家真係唔係喺度食花生喺度睇緊戲，咁我哋真係一定要去即係親身力行去參與去反對呢個小圈子嘅選舉，就咁樣。
咁即係簡單啲講咧，就即係今日真係見到阿蕭生咁樣喊咧，我真係非常之難過。明白啊，非常之難過。咁亦都自己亦都係即係可以講話，作為香港一份子，都真係身同感受，係就係咁樣。係。尤其是平時阿蕭生咧做人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態度咧，好遊戲人間嘅。你突然間見到佢即係咁 serious 咁樣，即、就、係、是、悲從傷來嚟講咧，即係大家都會係覺得即係。是不是我哋全香港人咧都去到一個所謂一個交叉點咁樣咧？唔係，我自己就冇睇得咁悲觀嘅。不過我就真係覺得即係蕭生係對於關鍵時刻嘅嘢，佢會好激動。所以我用交叉點形容，唔係鬼佬嘅。喂，蕭龍偉啊！不過即係咁講啦，即係我可以咁講啊，真係如果梁振英真係呢個特務頭子上咗台嘅話咧，我可以叫佢一個特務頭子，因為佢專收集人嘅黑材料啊嘛。咁同埋打壓呢個言論自由啊、民主嘅人咧，咁我相信即係下一年嘅七日咧，一定會咧就超過100萬人上街咧，就要佢落台。如果佢上嚟封人網嘅話咧，我哋人網嘅人咧一定會圍呢個嘅特首辦一定會圍佢啊，一定會圍立法會，甚至咧就即係我哋要同佢寧為玉碎。不作下傳，系好。我希望多啲好似你咁嘅人出嚟咧，就行公義。我都唔希望咁多嘢肉碎噶，我覺得即係希望即係大家平平穩穩過嘅。不過即係我覺得好多朋友問我哋究竟禮拜日會有啲咩安排，其實我哋而家仲討論緊，但係個重點其實禮拜日。是不是即有很多安排我哋想怎樣都不是的我覺得。反而個重點就是其實你反而好像聽蕭生咁講啦，就是話我哋係會就算即使有邊一個上台都好，有白色恐怖上台都好呢，其實你只要有勇敢地係長遠地肯面對嗰件事嘅話呢，其實就唔會驚㗎啦。所以呢我哋一次兩次一日半日嘅抗議都我哋都會做，係呢個係我哋要表達嘅一個聲音。但係更加嘅重要嘅係希望大家能夠怕真係獨裁嘅打壓啦，咁同埋咧，即係真係為咗即係所謂一個點樣一個理想咧，即係尤其是自由嘅一個理想咯。咁佢堅持咧就做得嘅。多謝阿小龍電話啦，下一位有黃生嘅，黃生，喂，你好，三位，係黃生，姓黃啊 ，hello， 係好耐冇同你傾電話，一聽而家慘啊，屌俾。封殺打咗兩個月都冇打過俾我咁滯，正仆街嚟，陳燕平嘅正仆街嚟。我陳燕平，我以為你話我哋添啊死，唔係你哋梗唔係啦，係咪先？咁點啊？有冇聽蕭亞蕭書啊？今日我不嬲蕭生未收工咧，就通常係夜晚先聽翻嘅。嗯，咁頭先聽你咁講咧，我諗住今晚都係瞓唔著噶啦。係啊，咁啊希望阿蕭生保重身體啦，冇咩咁。係啊，佢真係要保重身體啊！係啊，真係要保重身體。唔係佢呢排乖咗啲嘅，係嘛？佢呢排肯食啲比較清淡嘅嘢，因為喺蕭太同埋我哋不停繁衍之下，咁佢都肯食啲冇咁肥膩嘅嘢嘅。咁啊，鬱敏都係有啲咁嘅情況啊。我使唔使爆佢大鑊啊？咩啊？佢嗰日喺開張嘅時候食咗好多燒肉。但鬱敏都係咁啊，所以我哋都會即係繼續監察佢哋，希望佢健康好啲啦。係啦，係。大聲王點？仲有咩想發表？想同蕭生講唔使咁愁啊！你到香港的希望我都買兩套，係有希望嘅。不過講真，真係條氣真係相當唔順。唐英年呢条友真系唔争气，真系真系唔争气，系嘛？香港人即系香港人，虽然系抵捻死，但你冇办法噶，因为你始终你个地牢嗰度系接受唔到啊，系咪？呢个我同意嘅，系嘛？不过唐英年算生性咗嘅，不过而家我觉得上个礼拜五同埋呢个礼拜佢都做得好啊，系啱，系嘛？佢玉石俱焚，佢起码都讲翻出嚟啊！你而家佢起码嚟讲，即系好似阿李卓人嗰啲契弟话斋咁。公众利益嘅凌驾于你嗰个行政会议啦，系当然啦，系啊，唔使讲啊，系即系连讨论都不必要。不过真系灰嘅，即系睇到佢即系谂住阿唐英系赢硬嘅，咁搞到而家会咁样都即系估唔到，真系估唔到嘅。嗯，啊，我而家真系一谂起啊，嗰日阿梁振英留我嗰个死人样咧，同埋佢初出嚟选嗰阵时话佢阿妈扎嘅嗰个样咧，冚家铲一想揸住啲雷球木球嗰啲打好长一条啲叫咩啊？雷球棒嘛，兜头就勾佢。屌你真系！第时佢上场后，你唔讲得呢啲说话添啊！我今日喺上水广场嗰度望住个大电视，就播紧梁振英，跟住有个世界播紧唐英年，我都忍唔住有几条阿叔企喺度，我一路企度一路爆粗，狂爆啊！好劲嗰只系烂到乱，烂到自己都唔信嗰只啲粗口，跟住嗰啲师奶同阿伯全部走晒，听我咁讲。嗯。同埋我想讲咧，喂，人民力量上水个办事处咧，我日日都经过嗰度嘅。系。咁我发觉咧，喂，你怎黐个纸皮喺度唔掂喎？你应该，
你应该打横咁喺个门嗰度咧，俾人见到个牌先啦。我唔系根本，如果你唔系行埋去嗰个位咧，根本唔知啦。明白，明白。我会将消息通前线嘅团队同埋晚必咧，系会反映。明白啊，咁啊都咩啦，唔拖你哋喂，咁啊讲句，小心保重身体，同埋希望阿毛哥冇事，毛哥系、我希望所有人都冇事，望住毛哥冇事啊，系咁啊，多谢晒，多谢晒，大声我，嗯 ，OK， 下一位，下一位 ，Dilbert， 系啊，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系啊，我首先要回应阿严医生讲嗰一句，即系嗰啲修辞咧，系古灵精怪嘅修辞咧，其实呢十几年嚟咧，都一路都俾上面嘅修辞咧，一路落咗嚟咧。好多时影响咗我哋都唔知嘅，系啊，最紧要个意识形态影响系乜嘢咧？嗱，我再举一个例，点解十几年嚟冇人讲嘅咧？就系话当大陆有啲咩嘢拉人又好，而家传染埋香港啦，啊话乜乜人就依法逮捕，就乜乜乜咧就喺香港就依法施政，又连香港啲人都学埋呢句嘢，咁你谂清楚，依法施政，依法逮捕。是咪有一样嘢叫做唔依法施政同唔依法逮捕嘅咧？即系咪暗示俾我听系有啲咁嘅嘢先？好奇怪喎、香港冇人提嘅喎、我都唔知点解喎呢啲咁嘅修辞。咁啊，香港好多人对呢啲唔敏感嘅啫，其实你有冇睇？你有冇睇过施政报告噶？有。如果你将施政报告呢啲词咧全部删晒咧，应该得翻三分一内容左右。哦，系啊，你睇下，你睇个财政预算案咧，同埋呢个即系施政报告咧。你将呢所有呢无谓嘅形容词全部 delete 晒，将呢语意不清嘅嘢全部 delete 晒咧，可能系得翻三分一至四分一嘅内容嘅啫。哦，套语横行啊嘛，依家系咁喺本底啲嘢落嚟。嗱，咁另外我讲嘅一样咧，就系、是、我以前咧可能即系自己都系即系香港人嗰种身份啦。会对香港人呢样嘢比较宽容嘅，就系、是、话有阵时好多嘢咧都唔系我哋控制，即系即系啲人好兴讲话。香港而家系香港人自己抵死咁样咧、我一向都唔系好想咁样讲嘅、因为事实上始终自己都系即系生喺呢度，系啊，生成长喺呢度。但系今次咧，我只能够讲，如果你俾 CY 上咗，如果香港第日真系有啲嘢系影响到个人嘅自由啊，即系香港系深价值嘅话咧，呢一次我要讲一句，香港人系有部分嘅责任。嗯，呢、這个系已经走唔甩啦，我只能够咁讲啦。嗯，因为老实讲，如果唔系你哋唔识睇，你唔将唔系次次一调查，将佢嗰个所谓文望拱咗去呢个手嘅话，佢系做唔到噶嘛。所以呢一次我真系要讲，即系我一向对香港人比较宽容，呢个群体嘅比较宽容，但我呢次都要讲，有咩事我唔会话抵死，而话真系有部分嘅责任要负系走唔甩噶啦呢次。即系我好感慨，即系喺呢一件事嗰度，即系你觉得你身边嘅人，即系嗱，佢可能讲咧，佢唔关心平时啲时事咧，就唔知呢个人嘅底咁样讲都好啦。但系其实，喂，你听佢讲嗰啲嘢，喂，有啲咩内容先，大佬？我唔觉噶喎、哦，又系嗰啲套语多过乜噶，套多过乜噶、哦？咁、但系你又受啊，咁你真系冇福啊，你真系。不过冇办法嘅，因为香港嘅自由同埋廉洁咧，都唔系自己争取翻嚟。系，冇错。就算你话六七暴动之后有人流血、有人死都好咧，其实主要系因为港英政府佢基于一个管，即系个管治理由而去无偿咁去俾你。香港人从来系冇正正式式争取过自己，所以佢失去咗啲嘢咧，佢都唔觉得一件事，唔珍惜一件事。其实你都可以讲话咧，香港人系一种叫消。極度消極嘅自由主義者嚟嘅，咁、如果希望有人希望有天照落嚟，係即係佢哋其實咩叫極度消極嘅自由主義者呢？就係、是、話當呢個世界社嘅事情佢改變唔到時候咧，佢不斷將佢自己對自由嘅定義同防線咧不斷去向後退。佢只要覺得個框架掂佢唔到咧，佢縮到幾入都冇所謂。即係一路喺外邊逼入嚟，但係佢只係將自己縮埋一嚿啫。係冇錯。咁啊，即係如果第時有機會啦，我介紹大家睇一本書啦，叫做兩種自由概念，就由呢個 Isaiah Berlin 所寫嘅一本書。咁其實佢會講出一種即係其實裡面所講嘅消極嘅自由主義者咧，其實就係典型香港人啦。嗯，就係不斷將自己個防線不斷退縮。喂，咁呢個係喺泛民嗰度見曬嘅咯噃。
系冇错，冇错嘅咯。其实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讲埋呢个铁头河都有少少要讲嘅。铁头河呢个嘢咧，其实咧今一次你话做咗小丑咧，其实佢系计错数嘅。嗯，佢一开始嘅时候咧，佢以为好似梁家杰咁嗰一届咁样咧，即系周围大家噏下，咁啊抽下水，咁啊大家辩论下讲下，咁啊增加自己知名度咯。点知原来成坛嘢。冚唪唥喺度玩黑材料，而佢自己冇份嘅喎。系噶，所以佢究竟会个民望高定低，都未必着数嘅。不过当然呢啲都唔系我哋关心啦、嗯，所以终于都系要鞭挞呢条咁嘅铁头河啦。总之冇办法呢啲，喂，佢嘅欺骗性太强啦！而家呢个党即系呃多人多啊，大佬到而家仲当佢系。我而家已经谂到一个 term 最好形容民主党噶啦。嗯，系点样？呢个叫做准建制派。嗯，嗱，佢未你话佢系建制派，佢未系。佢系准建制派排队准备入，系冇错，系准建制派。我同你有个相同嘅意见嘅，其实咧，我已经将来佢哋入咗建制之后咧，佢会自称为呢个建制入边嘅民主派。嗯，呢、這个唔出奇啊，系、這、咪、個、就系变咗民主花瓶咯？系，不过好啦，多谢 Dilbert 你今日嘅电话啦，因为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咧、就多谢晒 Dilbert。咁咧嗱，好多人都问礼拜日系点？嗱，详细个安排咧，我哋会最后会公布。但系无论如何，如果大家即系听完今日风雅萧萧嘅节目，或者城市座谈嘅节目咧，都有啲激愤，觉得一定要出声嘅话咧，一定要出嚟嘅话咧，礼拜日。总之之后早预咗时间先啦，系啦，去即系之后早你预定时间啊，八点钟好，九点钟好吓，咁、啊、咧就去到会展呢、這个即系呢个所谓特首选举嘅投票嘅会场咧附近，你见到人民力量个旗就喺嗰度企埋去聚集就得噶啦。我哋咧就要再次显示人民嘅力量，一定搭马过晒所有嗰啲千二个选委系嘛，起码多佢哋先啦，咁先证明佢哋系几咁可笑啊嘛，系嘛，咁所以无论如何咧，星期日晚。啊！星期日晚 ，sorry， 星期日朝头早，出嚟支持，见到人民力量个旗，企埋去，吓俾啲颜色呢班咁嘅狗贼选委睇，咁咧咁先至起码即系能够即系互相壮大声势咧，系面对呢个所谓嘅梁振英时代吓、啊。好，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最后要讲讲就系今日播嘅音乐，系我通常遇到有大时候嗰阵时咧就会播嘅音乐。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咁希望大家中意啦。下星期继续城市再见，拜拜。拜拜拜拜